哎呦，好球！我们后面球队文化，对，填充一下，对，但是打兴了，今天打兴了，哎呦，赵继伟啊，赵继伟，再杀一个，来英奥。打帘子挡拆，传球有点贼，但是还没丢。底角的机会，再中，风调雨顺，打一个牛角，回来了。嗯，赵继伟没事，赵继伟正面三分，挡拆都走下线，挡拆都走下线，让赵继伟随便投。大哥，阿联真是拼了，真是拼了。阿联今天上场又被断了。对，非常信心不足，真信心顶着上，这信心，这没辙了。张振林，哎呦，好球！哎呦，我们这个咪咕的现场记者采访说，广东克星啊。你看那边下边谁？任俊飞，老同志任俊飞。你看这你怎么弄？你没法弄呀，回不去，就是、人多呀，手上牌多了。对。哎呦，好球！这球还没给底角张振林。对，这是他第二次找他了。对，永远站在队友身边啊，不相信任。这种球还是体现广东后面球队文化。对。啊。我。记不住球，对，作为一个核心后卫，这是很你这球纪委能被打，你说就是你怎么敢想象你呵呵是吧？这徐杰防啊，因为篮下协防的如全彪，配置和储备都不够。再给正面三分球，哇！富豪投一三分，哎呦，肩上扛炮，就打出那个信心了。再次面对对话的时候，这个信心这个东西可不好压制。就刚才这个富豪这投篮，您明显感到呢，其实他在三分线上不是很自在，嗯，是吧？他还得前冲一下。对，但是打兴了，今天打兴了，哎呦，赵继伟啊，赵继伟再杀一个，来英奥，看啊，那球，看来来了，这保罗动作啊，这是。确实鞍山保罗，嗯，哎呦，吴昌德也三分，还有王守，富豪太厉害，无敌，哎呦，纪委漂亮，这真玩他了，这球成逻辑了，对吧？你这就属于背道而驰了，对吧？你看这球，你看这，张明驰在哪？找这位，他没回去啊。张明驰没回去，没跑回来。看看富豪那个状态，他延续到第四节了。嗯。哎呦，纪委又来一个 no looking pass。可以说欲取欲求，那这种制造机会就全出来了。你看，这是谁啊？王新凯去跟张振林啊？